前一天他就在这边，然后当场被咬死。妈坐下。雪白的马尔济斯猫猫又乖又可爱，狗如其名，最喜欢跑到主人旁边讨摸摸，俏皮萌样更登上宠物杂志，成为狗 model。 日前林姓饲主牵着猫猫在汐止车站散步，没想走着走着猫猫却走上黄泉路。黑狗咬住我们家的小狗之后，当时候那个妇人他是一手拿购物袋一手拿狗绳，可他并没有把他的狗绳往后拉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这样定在这边。我们家的小狗就是不断的流血，然后他才把它放下，但是他是摔出去的。柱子上还留着当时清洗的痕迹，可以想见血迹有多大片。黑狗饲主人呢？我看监视器的画面是非常快速，结果他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没有到那边的汐止的广场，他就直接内切，从广场里面切出去。狗咬狗出包，主人立马落跑，留下邻家人干着急。时过三日，仍不见黑狗饲主出面处理，让他怎么也不能接受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但是是我们家狗狗火化的日子，就不想过生日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